请完成以下的算式。第一个呢是4乘以8，到底是2的几次方？好，这个呢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分别把这个4跟8化成2的次方，这个4呢叫做2的2次方，乘上 8,8 叫做2的3次方，乘起来底数相同的时候呢，相乘指数要相加，2的2加3次方，所以这个等于2的5次方，所以呢很容易的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 n 就等于5，第一小题 n 等于5。那我们再看第二小题，这个 B 选项，27乘以81等于3的几次方呢？看一下，首先来看27，这个27呢叫做3的3次方乘以81，81叫做3的4次方，底数相同，相乘的时候呢指数相加，所以呢这个就等于3的3加4是7次方，也就是 n 等于7。